少废话，给我上！我走。红姐，我回来了。这趟活啊，总算是交差了。罗老板答应，明天就把这次劳务费打到您账上。为什么不把张显赫带回来见我？你为什么让我把他带来见你啊？这次在孟晨，就是因为他，我差点没能把荨麻草给弄回来。我们替罗坤跑腿挣了多少钱？6万。6万？张显赫如果把荨麻草带回来，就能帮我赚50倍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吧？你就真信他帮你弄一堆草回来，跟白粉似的，拿来就给你赚钱啊？是，那不是白粉，但它是生产新型毒品不可缺少的催化剂。既然你早就知道这事儿，那干嘛还派我去孟晨？妥妥的让张显赫把荨麻草带回来不就完了吗？你懂什么？不派你去，我怎么摸清罗老板的来路？别说的那么好听，你就想利用张显赫，但又不信他，所以故意派我去盯着他。可以呀，所以你是故意搅黄我，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薰麻草的特殊作用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姓程的是你故意安排进来的，对不对？你早就存心坑老娘了，对不对？姓程的是阮善带来的，好吧？明明是你想瞒着我，把我当猴耍，现在又倒打一耙，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怎么，还要动手？姑奶奶，我挣钱回来给你们花，你们就这么对我？少废话，给我上！我走。红姐，放他走。张公子这是又要多管闲事了。让他滚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撤。这世界很酷。